Welcome to Ask China. Today, I'm going to ask a few questions to some NPC deputies about China's space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. 是我们的网友，有几个问题想问一下代表。30年前中国还不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家，那么中国如何拥有自己的空间站和探月计划的呢？我觉得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，举全国之力，有一批伟大的杰出的科学家，所以中国在航天这一块。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，我们很自豪。我觉得这应该是充分体现了咱们这个大国体制的这个优势。我们通过这种举国体制，我们去进行了这个科技攻关和科技创新，让大家这个凝心聚力，去团结在一块儿。这个我觉得第一的话是，全靠咱们那个党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一块儿共同努力。 有那个清晰的这种方向，有非常科学的、合理的这种发展的路径，然后全国人民一块儿是加油干、埋头苦干，最终实现这样一个目标。